主持人哦，要我讲这个题目哦，正向的破坏，你知道？我当时想了老半天说，那不如讲我自己的故事好了。在台湾的医生里面哦，我大概是看过死人最多的医生了，就是在生死之间哦看过最多，所以用我来讲这个生死的故事应该是最恰当。台湾哦最有名的医生哦，有人开玩笑就是说叶医师啊，很多人都听过那个笑话。邵小莹事件之后哦，有人跑到那个柳营奇美医院哦，说要找一个叶医师，他们急诊室人说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姓叶的。那个民众说有，有一个叫叶克膜的。那个当年邵小莹就是被他救起来的。其实叶克膜很简单的，它就是一个静脉血引流出来哈，经过一个 pump 就人工心脏，再经过一个氧合器哈就人工肺脏，然后再送回身体，就是暂时哦取代这个心肺功能。那实体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就是一个主机哈当人工心脏，然后一个氧合器再送回去。那这个叶克膜哈。在邵翔，其实，在邵翔之前哦，台大医院我们1994年就已经有叶克膜，所以这个已经用很久了。那邵小莹事件算是哦，十年寒窗无人问哦，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我想是这样的，叶克膜在台湾的新闻媒体上的炒作之下哈，的确它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像这个是一个周杰伦的舞群呢，那有一天就猛爆性心肌炎，那心脏就不跳了。那为什么这一张幻灯片哦？我特别当时他躺在病房的时候，特别给他照一张，你知道？他的眼睛大大的哈，看着他的荧幕，可是他荧幕全部是平的，因为他猛爆性心肌炎哦，所以那个心脏都不跳了 ，OK， 几乎是停止了。这个是100倍底下的哈心肌切片，就是病理切片哦。那在100倍底下哈，还不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如果到400倍底下就很明显了。那个一点，那个蓝色的一点一点，那个就是淋巴球，所以很清楚哦，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哦，猛爆性心肌炎，那整个心脏哦都被淋巴球浸润 ，OK， 那心脏几乎就不跳了，停止了 ，OK。他的眼睛大大的哦，看着他的荧幕，你知道哈，那他的心脏已经几乎是不动了，可是哦，在9天之后哈，心脏加肾脏移植哦，他不到一个月就回去跳舞了。所以这是现代医学的奇迹，在那个医学的文献上面那个 CPR 最久的还有救回来就是这个案例，4个小时，因为他是从国泰医院 CPR 压到台大医院，那在台大医院要装叶克膜的时候，发现那个强心剂已经打了100支，所以那个股动脉、股静脉已经缩到比铅笔还细，所以虽然切开这个伤口要晃的时候，管子晃不进去。所以再继续压，你看，再压到开大黄哦，直接巨胸哦，从上面晃叶克膜 ，OK。那这是一个听起来很这个很神奇的案例 ，OK。所以这个我每次说哈，这个是现代医学的奇迹，你知道吗？一个人哦，9天几乎没有心脏功能哦，那在心脏移植跟肾脏移植之后哈，那才经历一个4小时的 CPR 啊，那还可以救回来。这是也另外一个案例啊，还写一个什么全球首例的台湾奇迹哈，男无心脏活16天。这是一个56岁的男生的哈，那蛀牙，他后来细菌就跑到血流里面，他后来跑到心脏，他后来就化脓。那在其他医院哦，打开这个心脏看一看，哎，这好像烂烂的，给他剪一剪哦，啊，这里也烂烂的，也给他剪一剪，啊，最后整个心脏都把它剪掉了。那怎么办？转到台大医院去。反正，不是这样的，台大医院是台湾最后一道防线嘛，那这个还是要做，没办法啊。那刚才那个是有心脏不会跳，这个更厉害，这个是连心脏都没有了，剪掉了。那到台大医院的时候，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心脏功能，所以用2台叶克膜，你们看这荧幕上2台叶克膜，这个更厉害，这个是连心脏都没有，所以那个心电图就干脆就一条线了嘛，连想都不用想了。那这是给他做电脑断层的，因为理论上哦，那个胸腔中间应该有个心脏，你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心脏，只看到一些管子。那这个病人在16天以后哈，我们给他做心脏移植哈，这个是心脏外科王水生教授给我看的，他说他那时候给他做心脏移植哦，巨胸以后哈，理论上应该有个心脏在中间嘛哈，他只看到一些塑胶管子，那接到外面哦，接到叶克膜上面，所以这个病人是完全没有心脏，那16天以后再做心脏移植，那还是很清醒的，还是回家。
这个是新加坡海峡日报的一个报纸，有一天那个一个厂商从新加坡送个 email 给我，他说，你们在新加坡上的报纸的 16 days without heart， 一个人没有心脏16天，那经过心脏移植以后还是 很健康的回家。那这是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是一个26岁的原住民，喝酒醉以后还去游泳，他还以为他是李白。台湾的池塘太脏了，所以他一呛到，你知道，哇，不得了，这个就很严重的肺炎了。那个这个叶克膜用了117天，你看他那个肺脏几乎因为呛到以后引起很厉害的肺炎了，那这个叫急性呼吸窘迫症了，整个都肺脏都白掉了。那这个使用叶克膜用了117天那从这个按这个图可以很清楚看到他有差不多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个呼吸的通气量不到100cc。我最后还是慢慢恢复，所以从刚才的案例里面没有心脏，甚至有心脏不会跳，甚至完全几乎没有肺脏功能，那在叶克膜的使用之下，快的就算短的经过9天啊16天甚至可以到100多天的，然后可以经过心脏移植啊甚至肺脏移植啊或者等他自己好，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坦白讲叶克膜会在台湾的历史上会这么有名，不是在媒体的炒作之下这么有名，它还是有些很成功的案例，那当然也包括邵小玲星星王子。可是是这样的，通常媒体成功的会拿出来报道，失败的他就不会讲了，藏起来。那作为一个重症医学的医生，按照成功的案例当然很高兴那可是失败的，这是一个出生一个半月，那先天性心脏病，那心脏手术以后那个没有办法脱离心肺肌，所以装了叶克膜 ，OK， 就插在心脏上装了叶克膜。可是不到三天那个脚就黑掉了。我们看看他的特写脚黑掉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医生他就面临一个选择：你是要把双脚剁掉继续再救，还是算了，不要再玩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如果这一题你都这么困难决定的话，那这一题更困难。这是一个七岁的男生肺炎双球菌败血症，然后也是引起那个呼吸窘迫症，然后来装了叶克膜。可是叶克膜装下去以后出现并发症，四肢都黑掉了。他眼睛大大的看着你，意识清楚，也会讨水喝。可是作为一个医生你面临一个选择：你如果要救他的话，要把四肢剁掉。继续再救，那如果不救的话，就机器要关掉。你想想看在生死之间病人头脑清楚的，可是医生也当然医生头脑还是清楚的。可是我要怎么跟他讲？小弟弟，你如果活下去的话，我们要把四肢剁掉。如果还是你就算了，你就不愿意再活了。你如何跟一个七岁的男生讲这种生死的问题？这就是我当一个重症医学专家我的心路历程了。一开始见山是山，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看到一个病人，后来慢慢的我只看到一个病，只看到一个心脏。还好我过了50岁以后又慢慢看到了病人。其实也不瞒各位了，我也是算是那个很会读书的人。我在30几岁的时候心脏移植了，肺脏移植了，叶克膜了，我台大医院最早当主任了，外科加病房主任，全国器官移植登录系统，还当创伤部主任。在我30几岁的时候，在一路发展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医学多厉害啊，什么都可以解决。可是到了40岁以后，常常有那个撞了叶克膜还是失败的 case。 那家属问我说，为什么邵小玲救得回来，我们这个亲人救不回来？我也不晓得怎么跟他回答。难道我跟他讲说因为他不是邵小玲吗？不然就问我说，为什么那个四肢会黑掉？我要是知道就避免了，我就是不知道。所以在40几岁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为什么这个病人会救不回来呢？慢慢的到50岁以后，我终于想通一个道理，你知道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有一天我终于领略一个道理：医生是人不是神，我们只能尽力，就这样而已。那我慢慢就想通一个道理了。我们看四季有春夏秋冬，你知道，其实医学还是有极限的。
不管人类的科学怎么发达以现在的科技没有心脏、没有肺脏、没有肝脏、没有肾脏，都还可以存活。但是并难道我们就可以这样装着机器一辈子下去吗？所以医学还是有它的极限，你知道。后来我就想通一个道理，你知道，园丁能不能改变春夏秋冬？当然没有办法嘛。园丁只是让花在春夏秋冬之间开得好看一点。当一个医生有办法去改变生老病死吗？坦白讲，很困难。当一个医生只是让人在生老病死之间活得好看一点，就这样而已。所以慢慢我想通一个道理，是吧？医师只是生命花园的园丁，但是其实在医师是一个生命花园的园丁，面对草木的枯荣，他到底要怎么去面对？所以作为一个重症医学的专家，是吧？我如何去面对一个死亡？就死亡的科学观来讲，如果我们从物理化学来讲，一切的物理反应，物理化学反应应该是最低能量最大乱度，对不对？所谓的列拉 S 要大于等于零。 OK，当然有人说列拉 S 大于零到底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是大爆炸理论，因为大爆炸理论整个宇宙在扩充嘛，所以列拉 S 会大于零。不过是这样的，宇宙的定理到底有没有恒一性？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所以有一句话，夏虫不可语冬学，就是说夏天的虫你没有办法跟他讲冬天的事情，因为他活不了那么久。到底宇宙的物理它有没有恒一性？在无限的空间跟时间当中有没有恒一性？坦白讲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我们可以感受的范围内，列达 S 还是大于零。什么叫列达 S 大于零呢？理论上一切要最低能量最大乱度，越来越混乱。所以我的存在，你知道它是列达 S 小于零，它是违反这个整个物理化学的反应。那怎么如何看待生死？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只看到我，你知道，没有看到我们是个宇宙，我加上环境才是个宇宙。所以 Lera S total 是 Lera S system 加 Lera S surrounding。 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任何有组织的团体它都是不稳定的，它必须破坏环境，有没有？所以我虽然 Lera S 小一点，但是我要破坏整个环境，让那个Lera S 大一点，那加起来还是要大一点。所以我的存在就是必须要破坏这个环境。当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破坏这个环境的时候，我知道破坏我自己，因为我还是要维持Lera S 大一点。OK， 所以存在之目的是为了破坏。当不能再破坏的时候，知道破坏自己，这个叫死亡。这是从物理化学的观点来看待死亡。可是作为一个医生我物理化学我懂。可是如何去看待人生呢？有一天我在加护病房在巡房的时候，突然大彻大悟，人生的结局只有两种，一个有插管，一个没有插管，但是都是死掉。所以死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你看。那到底我们如何看待死亡呢？其实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翻转的想法。你问我什么叫死亡，我如此的回答：怎样才算是活着？所以今天各位来这里听演讲，我希望你们回家以后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问自己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活着？因为怎样才算是活着，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生？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人一定会死，没有人会把死亡当作人生的目的，所以人生只是个过程。因此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去追寻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叫做活着？所以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死亡不应当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最近我常常去讲一头大便的启示。有一次我的老师退休了，就跟我说：老师要退休，请好一点的。我说好了，我就跟我的学长跟我的老师到那个喜来登饭店二楼安东厅法国餐厅，三个人吃了26000块。我看到账单的时候脸都绿掉了，你知道我怎么吃这么贵的东西？因为我很没有去过那种地方，都乱点，也不晓得点了什么菜。所以看到账单的时候26000块，我第二天早上上厕所一直在看我的大便。我在想，这个快9000元才制造出来的东西
我看来看去哦，跟我平常在台大医院地下室那个一楼哦，自助餐70块的哦，我看不出差别，你知道？我在厕所里面突然大彻大悟，人生的荣华富贵，不过就是一头大便呢。儒家哈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了哈，它可是哦，儒家它的优点哦，就是它把人提升到一个境界。可是你看看《论语》怎么讲，《论语》里面说哈，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哦，生视之以理，死葬之以理，哈，祭之以礼，哈，啊，他就是不想谈论生死。那你一直追问哦，他就说啊，那舍身取义的哈，朝闻道，夕死可以，哦，什么有杀生以成仁的。这个儒家哈对生死的态度哦，他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他不想讨论的，所以哦，他积极面哦，他当然要我们人哦，要你就是不要管他，你就管你现在这个东西就好。可是他一个问题叫做躲避的死亡的问题。那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哦，在这个中华文化圈里面呢，儒家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可是过去我们都不想去面对生死，采取一个躲避的态度。那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的哈。至于死地而后生的哈，我们唯有能够面对死亡，甚至开始凝视死亡的时候哦，才能够转过来看说哦，那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人生哦，终究会死亡，是人生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追求哈人生意义的过程。那这是我个人的感想了哈。其实我算是很聪明的人了，体力也不错，啊，不然脚踏车哈，第一次去骑就环岛一圈回来。那我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哦。身体也比较好的人，难道我用我的优势去欺负别人，去占别人家便宜吗？不是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比较有优势哈，就要感恩嘛哈。那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哈，是不是应该去帮助别人哦，让我们这个人生更有意义？这叫感恩报恩，你知道？这时候我去华古山的时候哈，这果冻华师跟我讲了老半天，就在讲这个感恩报恩哦，抱怨不抱怨？他说哈，我也知道你也受很多委屈的啊，可是哈，你能不能哦？抱怨就是一个更伟大的宏愿哦，去帮助别人。所以我最后提这个概念叫 A 的 N 次方。A 如果大于 1，A 的 N 次方就无限大；A 如果小于1，那 A 的 N 次方很快就趋近于零。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我对社会的付出都有对社会的夺取，这个 A 就大于1，这社会就越来越好。我对社会的夺取都有我对社会的付出，那 A 就小于1，这社会就越来越 collapse。所以我用最后这一句话来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面对挫折打击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而没有失去对人事的热情。谢谢各位。